子書入就係講啦，電子書入法啊，但電子書入法同電子書入係兩個概念嚟講，電子書入係講一個軟件嘅運用啊。咁就翻台點樣執上呢啲，你到底而家學校有冇教啊？唔係，首先咧呢啲並唔算係電子書，因為你自己都輸入淨係計打字嘛。雖然唔係你同我話，喂，原來咧你而家中學唔係為主就唔識打字，但你主要自己走出嚟講話，而家啲中學咧每一分都可以打到33個字，係咪咁樣唔夠㗎？因為而家嘅問題，政府公務員每分鐘至少打到60字先有入場資格啊嘛，有翻台咁到底夠唔夠啊？Thank you.
子輸入同放棉學生。同時，我方明白短時間之內無法要求所有中學都以電子輸入為主，因此計劃會分階段執行。第一階段為先導計劃，邀請條件成熟嘅學校，例如直資同私立中學，先進行電子輸入為主嘅課業模式，再總結經驗作出修改。第二階段為過渡期，廣泛推行並由政府資助，為學生增設配套。舉個例，在現有的電子學習配套計劃5億底下增加撥款，並提供更多的教師工作坊。第三階段為豁免機制，如果學生主修體育或者藝術課業難以以電子輸入完成，就可以例如體藝中學就可以申請豁免。而要衡量今日的辯題，我們就應該考慮專為電子輸入的為主，能否第一滿足中學生目前需要，第二滿足中學生未來需要。而我方支持辯題原因有三：第一，轉為電子輸入為主，能提升學生學習效率，減少做功課的時間。教育協會研究表示，過半數的受訪學生平均一日有7份功課，或更有一成的學生有至少10份，可見其實學生是需要高效率的學習。而普林斯顿大學研究指出，學生打字速度為每分鐘33字，手寫就為每分22字，而打字是可以節省到1/3的時間。電子輸入既能達到課業目的，又能減省時間，提升學習效率，令學生有更多自由規劃的時間。第二，轉為電子輸入為主，能提升教與學的學習效益。譬如考評局開發，而家有217間中學用緊嘅網上試題學習平台，平台將文憑試嘅選擇題以課題同埋難易程度分類，無論係老師派功課定係學生自學揀題目都好方便，令學生嘅學習體驗好個人化。同時可以拔尖保底，亦都會提供各項的分析報告，一方面老師去了解學生的學業進度，在堂上面用，老師還可以被即時回饋，增加師生雙向互動。第三，轉為電子輸入為主，可以為未來打好基礎，提升學生終身競爭力。電子輸入可以培養到學生資訊素養，亦都是現世代的基礎能力。無論未來做邊行，都會用到資訊科技。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調查，近90%嘅僱主都會將基本資訊科技知識以及數碼技能列入聘用的必要條件。因此，在中學階段培養資訊科技素養，是為競爭力打好基礎，做學生適應未來趨勢。再想問友方，無論是時代趨勢、學校配套，抑或學生的學習模式，都早已準備好迎接電子化學習。友方唔支持辯題，係咪認為我哋唔需要適應數位化年代，定係認為我哋應該繼續落後於時代發展呢？多謝各位。甚至直接語音輸入完成課業，更甚的是
會有建議輸入，學生打出第一隻字就已經會自動生成第二隻字，亦會有自動糾正，打錯和寫錯字都能夠即刻揾出最相似嘅字詞。難怪連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吳功達都指出，執筆忘字係無法迴避嘅現象，大眾只能淡字記住漢字嘅形態，但無法寫出具體結構。電子輸入只會年輕化同加劇執筆忘字嘅情況，令將學生無法熟悉以手寫形式進行嘅文學字。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嘅研究就顯示，用電腦嘅學生只會將教授嘅內容直接記錄，但寫字嘅學生就會經過思考、處理同重組資訊嘅過程，故此能夠更好咁樣理解內容。可見手寫課頁先能夠真正體現課頁原意，令學生加深記憶，並打下扎實語言基礎，幫助未來發展。二、資源投放不足，欠缺多方考量。正如香港眼科書法家協會所言，在重視學生掌握電腦技術的同時，都必須繼續加強學生的寫字能力。可見在香港社會當中，手寫依然是最根深蒂固的學習方式。因此現況下，不論校方還是教育局都無意將電子輸入改為主流課業模式，普遍只用於自學或輔助學習。要改以電子輸入為主，就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配合，何況資源往電子輸入的媒介上，一旦趨勢改變，老師就需要因應指標更改教學方針。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顯示，將近一半的教師都沒有足夠技巧將數碼設備和教學結合，約有七成老師表明沒有充足的時間將課堂融入到電子設備之中。可見老師對電子設備認知不足，並不具備足夠的能力和時間去改變課業形式。而對於家長來說，推行電子學習的費用會令到他們難以負擔。因為教育大學的調查，將有七成申請了書簿津貼的家庭都沒有信心為子女提供設備支援。可見香港現時根本提供不到足夠的資源去支援這些家庭。因此，當老師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學生都沒有資源的時候，自然不應推行。再想問有方同不同意，使用手寫的課業形式才能夠有助學生考好文憑試呢？多謝各位。中学教育的七大学习宗旨咧，我翻嚟主持到而家
電子輸入在未來已經成為一個趨勢的情況了，我們不可以只是說話打字是電子輸入，五十年前可能有，但放到現在在未來工作趨勢是需要很多是需要多媒介的電子輸入的時候，因為中國三嘅成個資訊科技數量是非常重要的，而這個數量是包括不止打字，亦有製作投影片、製作思想表其他的多媒體電子輸入。再講文憑試，文憑試它不只是考你記憶力，不只是考你懂得寫字，它要考你對這個知識理解的內容，而這個知識理解的內容是可以做舊卷來操作的，而做舊卷的時候你用電子輸入和用手寫你都是練習你的知識理解內容，那有什麼分別呢？有關在台講話，首先有個記憶力，但是在台灣，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一個調查顯示，以高中生為對象，分別以電子輸入的實時作答軟件 Quizlet 同埋紙本的方式學習三字，結果用 Quizlet 的學生的成績明顯較高，同時亦都認為 Quizlet 裡面的圖片有助記憶，論記憶力，電子輸入是絕對不少手寫的。翻嚟講翻主線，其實電子輸入除了在記憶力方面有助之外，它可以在保持功課質量下最大限度地慳咗做功課的時間，鍛鍊他們的思維，仲可以在不同方面上提升學習效益。第一，電子輸入在增強了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達至針對性教學。聖母玫瑰書現在課堂面已經開始由紙質抄寫轉型到電子記錄，由學生使用電子筆記，再到輸入智能化版進行多媒體報告，再到老師整理內容，最後到分享老師的評論，全部都用電子輸入，因為一體化的過程做完。而老師可以在這個過程裏面睇中每個同學筆記，了解不同同學的強項，從而達到針對性的教學。第二，電子輸入在課業的實用性更高。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醫生寫的字呢？將潦草和凌亂的筆跡、特字跡，我們都是有目共睹的嘛。而我們如果用手寫交功課，老師肯定就會以這些醫生的字跡穿插在你有幾廿行的中文作文中間，最尾反而用的時間在認字多改正，唔通呢啲又叫做有學習效益咩？同時間，老師仲要改成班上其他同學廿幾位的作文，又點會要求佢將啲字寫靚咧？第二嗰個而家用電子輸入提交一份電子辦公的作文，老師平時就會清晰辨字俾我睇，甚至我仲可以多次修改，直接同老師喺個電子程式上面溝通都可以。對於老師同埋同學同老師雙方都方便咗。第三，電子輸入仲可以提升學校同學同學之間嘅互動性。唔知在座各位打辯論都係點做電子資料搜集嘅咧？相信大部分都係喺網上嘅電子文檔入邊用電子輸入寫完資料，最尾先同一人來落卡啊嘛。呢一個過程入邊，佢喺同學咪可以喺上面呢個電子文檔上面。俾唔同嘅意見或者修改咯，呢個過程其實就提供咗一個平台去俾同學去互動、去交流、去討論學習，咪大大增進咗學習效益咯。電子輸入嘅學習帶嚟嘅針對性、實用性同互動性都係完成手寫嘅喎。最後想問友方，喺電子輸入注重互動同埋雙向溝通下，教與學嘅目的係咪就達到咗，甚至提升咗咧？多謝各位。正方係原宇宙、人工智能，呢啲都係主流。
嘅一次嘅結論，一次有方唔通自行網下結論先。好啦，其實咧，我方今日咧亦都見到咧就係有方所講嘅文憑試喎。其實咧，有方就話啦，我香港嘅文憑試咧係唔會變，但係我哋見到望一望國際先，國際文憑試 IB 係話2027年有機會用電子輸入就考試 ，IELTS 已經有電腦輸入，而英國 T4 嘅博士 UCA 啦，或者係 ADR 新學歷試已經全部都可以喺電腦上面輸入咯喎。因此今日香港文憑試唔變，其實係定係佢係遲早都會變咧？有方同學今日請你同我解釋一下啦。好啦，而其實咧今日咧我方已經論證咗俾你睇，就係無論係社會咧定係教育界，亦都係有趨向電子化嘅趨勢喎。咁而我哋都見到咧，就其實大部分學科咧已經使用到電子科技，例如啦會計科要學埋數，咁如果學生用 Excel 就會更加方便啦。手寫反而同現實職場係完全脱節喎。就算連近年嘅藝術科，亦都偏向做一啲數位嘅藝術。可見其實電子科技已經融入咗好多嘅學科。有今日淨係同我哋講中文，中文聽說讀寫，你擔心嘅語音輸入能力就可以幫到我哋說話技巧咯。而就算你講，其實四樣嘢只需要寫上，需要大量嘅寫字。呢樣嘢我哋可唔可以用默書，又或者淨係寫作功課喺某啲時間增添翻多啲嘅寫作功手寫功課咧？其實都係做到。因此今日有方根本上冇論證到點解大部分學生大部分功課都必須要為主。好啦，最後我哋睇埋未來嘅競爭力啦。今日咧我哋見到嘅就係政府公務員嘅初級人員都要識打字，賽馬會請市場報初級職員啊，大學學位唔夠都要出用電子媒介做創意功課。因此電子素質唔再係錦上添花，而基礎技能跟住你提你應承啦，多謝各位。運作，以致手寫對學習過程有無可取代嘅重要性。因此想
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護人。你頭先冇回應我翻譯嘅問題喎，你係咪同意咧？其實而家
雙方有一分鐘。希望學生能夠通過文憑試過。
啦。而最新一份發布嘅第四個資訊科技策略，係喺2015年公布。呢九年嚟，科技喺教育嘅運用已經大幅改變。2020年疫情嘅洗禮，令電子學習變得普遍。2022年 ChatGPT 王出世，為教育界帶嚟衝擊。到今時已經唔同往日，香港要檢討一下我哋嘅資訊科技策略係咪冇跟上科技嘅進步呢？今日有幫助嗰個教育政策嘅制定者，佢就發現咗以下幾個錯誤啦。第一，制定政策應該係要高瞻遠矚，但係有方就睇唔到電子輸入嘅可能性。有方今日其實係偷咗個辯題嘅呢個語境去討論條辯題，佢話電子輸入只係可以打字，但你試想下先，如果教育局話係要推行個電子輸入嘅手冊活動計劃嗰時，會唔會話誒你官方數唔得㗎？你只可以用 Microsoft Word 咧去輸入翻咧你嘅作業，一定係唔會咁㗎嘛。其實當你推行電子輸入為主嘅時候，你一定係會有唔同嘅配套，或者可以運用唔同嘅軟件。我哋所見到嘅就係我哋用咗呢一個模式之後，佢有啲咩可能性，佢有啲咩唔同嘅方法，可以令到學生會變得更加有趣，更加幫助到佢嘅學習效益嘛。咁所以我希望有方唔可以抽空咗今日嘅預警去討論呢條辯題。好啦，仲有方才討論到今日我哋要應試，我哋要應付啲文憑試，功課就係為咗我哋要應付啲文憑試而做到嘅。但係睇到其實唔係噶嘛，有方話我哋唔係要做一份功課，我哋要理解佢嘅意義，冇錯。
以咧，我自己會去睇個單條問題嘅時候咧，首先第一，你要好強嘅一個數據，你反而要去講嘅，即係當然你嗰啲咩手寫可以增即係記憶啊，語言嗰啲你可以繼續講，但係我會更加去睇就係實際考評嘅需要係唔係要強啲咁嘅，你要揾到香港其實有幾多個係文憑試，呢啲如果對方一定係講 IB 或者國際課程。所以你其實應該要再講就係配合本港中學課業啊嘛，你點解唔強調本港嘅實際情況咧？我覺得呢個你哋要好弱，本港嘅實際情況係咪啊？第二咧就係、是、再講啦，啱啱我即刻去睇翻 EDP 嘅需求啦。其實之前疫症底下呢一、這個教育局咧出咗份需求啦，咧就話幫助一啲嘅學校每個如果你係攞綜援嘅學生。有4,900元一個嘅電子科技學習資源嘅費用係可以資助嘅，然之後咧過渡到去下年2025學年，如果你屋企係上到網嘅話咧，佢直情可以俾到你450元一張嘅電子數據卡，咁樣咧係幫助你上網。嗱，咁但係呢個都誇張嘅喎，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話究竟香港本港嘅實際貧富懸殊嗰個差距係？如果你而家中學課業改以電子為主、手寫為輔，會唔會加強咗個貧富懸殊？我哋制定政策底下，我哋係咪去削弱一啲弱勢社群嘅教學需要？應該強調呢一樣嘢，係嘛？教學嘅本質係咪普及教育嘅本質？你係咪要講喺開波嘅時候？呢啲要好強，係咪啊？中學課業嘅核心係乜嘢咧？你直嗱，我自己都係教中文系㗎，而家中學生好恐怖㗎，同你講係啊，個大字、太字啦、網字同個住字啦，唔識㗎。中三咧唔識寫字，我哋話難唔難㗎？係，係難度中學嘅課業淨係得語文科，唔係，係咪啊？我都仲要去睇埋其他科㗎嘛。咁好啦，再嚟啦，再嚟實際個需要咯喎。其實一個很強的位置就是我現在應該要以手寫為主，因為我要去看的是我要照顧大部分同學的需要，這個要講到這件事。誰知為何要電子輸入為輔？因為我們仍然要照顧學習差異，個別學習差異，這個位置我想你去擺回下去，就是說本港的實際情況你要很強去考慮，然後中學課業你應該要開放的思維擺落哪地方，然之後再嚟啦。既然手寫為主，電子輸入為輔，手寫嘅角色係乜？電子輸入嘅角色係乜？咁呢幾點已經可以幫助你去論證咧，該幫你嚟講話，我哋應該要思考成條辯題呢一個實行嘅方向係唔係可行啊？嘛，呢個咪就係配合翻你一開波第一主辯所講嘅東西，你成條主線就清啦。而家我淨係聽到好窄嘅一樣嘢。係啦，呢個就係我聽到嘅，所以我覺得成個嘅辯論嘅過程裏面咧，你哋嗰個嘅觀點我覺得好窄 ，OK 唔曬咁樣啦。咁至於正方啦，正方我覺得係你一開波已經好強噶啦，你先到過到去到普及咁樣，你玩曬啦，咁啫，係咪？你包到咁，即係包到大 ，OK 嗱，咁我就我加翻啲時間俾繼續兩位評判再講啦。咁我覺得你整方 OK 嘅，整個嗰個主線都係做得好嘅。如果係現在再請黃先傑老師。我補充一下咧，先講咗，我覺得今日雙方咧各自喺主線上都有啲位係我唔好理解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後面咧，大家嘅攻防就，我覺得大家有某啲部分係得到自己強嘅位，但係冇喺嗰個部分度大打。分散出某個位置咧，導致我覺得後期。
細，咁我哋點解要拘泥於你剛所講嘅文憑試咧？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覺得你校長都同佢講，即係地方係而家同佢 struggle 文憑試到底係邊一年會改咗做電子書嘅問題咧？我同想同佢講，即係要現行咯，就係佢真係望住佢係咪你落天做電子，佢唔識認識到底你要做乜？所以你哋校長咧，我係 buy 你解啲真係望住有關係對應完全冇處理過呢個問題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呢個係你強嘅弱項啦，但係佢後邊咧。
你哋特登咁樣做，係設計上咁樣做啊，定係純粹係補時間俾你哋去進一步深，即係擴展啦。咁如果你覺得寫字本身講一個温度、嗰個文化嘅話，我覺得你都開得出嚟啦，你要抵用開啦，更加唔打麻佢咧。咁跟住咧就係正結啦，正結咧，我覺得太口號啦，點解講咧？就係、是、我聽到後面嘅底都同我講香港四小六啦，前面嗰認同我講嘅香港咁多年嘅教育政策係點行咯？但係你嘅前 part 同你最後 part 同今日嘅辯題，我自己唔聽得出有啲好強嘅關係啦，變相就真係純心化、純打價值啦。咁但係問題趨勢咧，你哋由主辯已經開始同我講嘅情況，你偏偏再同我強講趨勢咧，佢唔會話你講得更多嘅分咯。咁反而你要攞到分嘅位置，可能就係我哋啱啱解釋俾我聽啦。你當認為電子書入同電子化係兩樣嘢，因為有個原因，呢啲我係 O K 嘅。咁甚至我覺得你可以真係同啱啱我講，可能效益、效用、效能呢啲，即係劃清楚戰場，比起你用更多嘅時間同我講香港四小龍嘅科技文化、深圳而家好嘅香港，呢啲會比起你嗰個深化或者你嗰、那個即係總括會更加好咯。咁整體嚟講咧，我覺得係大家都好嘅，但係咧可以諗下就係自己打嘅同時諗下自己最強嘅戰場喺邊度，同埋相對冇咁好嘅戰場喺邊度。咁攞翻自己最強嘅戰場，咁成日都係好睇。多謝各位。唔該曬，最後有請李靜。係咁俾係啦，俾少餘大家。所以政方嗰邊我幾同意上司委員會講就係、是有啲口號化，尤其是咧喺某，尤其是喺某其實你即係你後屘睇翻分子嚟知，有某啲位或者某啲環節，其實即係如果你出條問題嘅係會相對較為口號化咧，會容易俾人哋攞嚟反擊嗰部分。呢啲要小心，即係問嘅時候好似好。純粹大環境提一個問題出嚟，咁樣人哋一定會答你一所到嘅，咁唔一定嘅，係啊，咁未必會令你攞到嗰個主導權喺嗰啲環節度，咁呢個係要小心。咁另外就係一個即係主線嗰度啦，開咗三個方啦，但係其實即係我覺得今日你哋，我覺得可以去下次比賽去諗嘅問嘅就係喺傾完所有嘢之後。你要找一下究竟在這條主線裡面有什麼位置會對你來說是會比較容易去正到條辯題，即是那個威力是會比較強烈，或者會不會是很容易人家回應到的東西呢？你開了三個論點出來，第一就是減少了，即是簡單來說第一個方其實就是減少了做功課的時間，但是其實減少了功課，但是人一天做即係一日做七至十個鐘頭，咁啊即係七樣功課、十樣功課，咁個問題係啲人俾啲學校啲老師俾功課俾到太變態咯，唔係佢即係唔係因為你要手寫，所以唔係即係個問題唔喺佢手寫度，係啲老師俾功課俾得太變態嘅問題。你如果係繼續變態嘅話咧，你慳咗三分一時間，佢又再俾多三分一功課咯，所以唔分嘅，即係大家做，譬如大家做學生，你都幾公平㗎啦。總之有啲老師就係咁樣㗎嘛，見你得閒就俾多啲功課你讀啦，即係咁㗎。啲暑假成暑假成啲暑期作業頭都咩咁樣嘅，科科都唔同嘅，話中英數嗰幾都四五十萬嘅，係啦，即係唔俾你一日休息嘅，即係咁樣啊嘛。做學生你知啦呢啲嘢，咁所以係嗰個未必係一個好強嘅案例，因為同你嗰個電子書，即係你電子書又未必可以將嗰個情況扭轉得好緊要。咁另外就係嗰個資訊素養嗰度，除非你喺個比賽面能夠真係好詳細地同我講到嗰、那個即係電子書入面點樣能夠令到佢就會係即係對電腦方面嘅應用突然之間就強咗好多，又非佢不可嘅。否則嘅話就未必係好強嘅方咯，又或者因為同埋資訊素喺而家資訊素養唔係淨係同你講話，喂我識打字我就資訊素養，而係有好多其他嘢嘛，即係例如你面對資訊爆炸年代，你有咁多嘅資料，你中當中點樣去分真同假咁，呢啲先至係喺資訊素養入邊其實係更加重要嘅。咁所以純粹就係你點樣去能夠好好地運用自己輸入，唔係一個喺呢個方好強嘅地方。你其實最強嘅方咧就係、是。由一開始你已經講啦，喂，我用呢一樣
電子輸入嘅嘢，例如做某啲嘅題目嘅時候，佢仲可以用難易度去分，而老師都可以好快咁樣咧，係可以分到類，知道你邊啲即係知道你邊啲程度嘅 MC 係會用係會好啲，係啦，有邊啲係差啲，有邊啲類型好啲，邊啲類型差啲。其實例如你如果係擺喺例如數學科啊咁嗰啲度咧，係完全做到，即係完全做到呢啲嘢。即係喺我學校都其實都有做類似嘅嘢，咁係有效果出嚟嘅，對大家教育學校亦係有正面，即係有正面影響嘅。咁呢啲其實我覺得喺跟住落去吉爾夫就擺更加多嘅時間嚟去講，即係嚟去講呢啲嘢㗎啦。咁但係我覺得打咗好多唔係好好嘅，即或者一個連繫性，或者例如你同我話知啲自己輸入啊，可以打字啊，加埋寫話加。諸如咁嗰啲啊嘛，咁其實啲點樣去連繫到每一科，其實係喂可能我呢一科我用 Excel 交係好啲，用 PowerPoint 交係好啲，又話咁你但係你能唔能夠講得到每一科嗰個情況，每一位辯員揾一至兩科呢啲例子去講，咁樣反而係會更加好嘅。你喺個論證上面你就可以壓過咗反方嗰邊嘅內容咯。咁但係會講好多嘅，例如IT 啊嗰啲。唔係 AI 啊咁嗰啲，咁但係我就會有個問號啦。咁你依一啲電子輸入嘅方法，你點樣可以提升到嗰、那個啲人對於 AI 嗰個嘅運用咧？唔係好拉到個關係出嚟，咁所以我就好難俾到強嘅分俾你嘅，或者即係一分鐘33個字打唔夠，要用10字先請啊。唔係一啲好，我覺得唔係一啲好強嘅位，同埋你見到人哋咁樣都，即係人哋都冇 hack 過，都回到你，咁樣死曬啦，已經。全部做唔到公務員啊，成咁樣，係啊，咁唔係強嘅嘢咯，反而你有好多佢同你講DSE 咁樣，咁但係你其實 DSE 係咪完全唔接受電子輸入咧？其實唔係嘅，即係包括嗰啲即係SEA 嘅同學啦，咁佢哋其實有好多方法噶嘛，佢哋有讀屏嘅方法啦，佢哋有係啦，即係一類咁樣嘅方法。其實在條件下面可能都可以當是一個即電子輸入的方法，還有他們的電子輸入呢是即純粹這方面純粹他們的輸入是會刪除那些字幕，即是去考試的時候會自動刪除那些字幕改錯啊那些，所以是實際考到他的實際會考到他的能力的。還有有很多科，即不要計算通識啦，現在你就算中文啊或者其他科啊，有即係都有一啲科咧，其實都喺 SBA 嗰度，其實都已經係會接受你用其他方法，你可以拍片啊，你可以交即係語詞通識，你可以交 PowerPoint 係啦，咁又或者你錄音文字，其實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科喺課業上面係可以咁，都可以係咁樣做嘅，有啲喺 SBA 都已經可以俾你咁樣做嘅，咁係咪真係咁難係去到喺技術上面做唔到咧？就算而家同你講。佢要做嘅話，又唔係真係咁困難喎，又唔係真係要投放無限大嘅資源喎，係咪真係會做唔到咧？咁呢個可以答啦 ，SBA 都做都已經接受緊啦，係咪真係咁苦口石生完全唔肯接受咧？咁同埋對唔同類型嘅中學生嚟講，你個課業係為咗乜嘢咯？係啦，即係成我每次都幾乎會講嘅就係辯題嘅字眼，即係辯超辯題嘅字眼係一定斟酌過思索嘅。佢落得個課業嘅時候，其實雙方都係嘅。你點樣去定個課業？個課業嗰個目的係喺邊度咯？如果個課業係考你識，即係對你呢邊有利嘅，喂，個課業係考佢識唔識嘅，咁你做乜一定要我寫出嚟嘅？我口講俾你知，佢啊，即係用一個 wave 講，我口講俾你知，但係我入面呢啲嘢都識曬啦，咁即係其實啲嘢我已經記到啦，你下我呢個做乜嘢啫？咁而家好多學生佢就係覺得呢方辦法比較方便啲啊嘛，咁咪用呢啲方法為主咯，我又冇阻你手寫，你中意手寫翻都冇所謂。不過係做一個，即係做輔助啫嘛，唔係禁止用手寫。即係咁樣嘅解，咁樣嘅演繹方法，就對你嗰邊有利。咁當然你呢邊就會用翻個傳統嘅方法，就係我用手寫個腦，即係經過個腦再思考過，嗰個效果會好啲嘅。咁作為一個嘅課，即係課業嚟講，個作用應該係咁樣嘅。佢喺做嘅時候，將課堂學咗嘅嘢喺個腦再温一次，再寫翻出嚟，咁就有個教學效能啦。咁呢樣嘢其實你哋係會做嘅，即係呢樣嘢你喺場地出入面係做到嘅，聽到嘅，有俾到分嘅。係咁，但係我主要想講嘅就係你其實條主線，我覺得係唔錯嘅，特別係 Point 2係唔錯嘅，但係喺寫
賽嘅內容同嘅鋪排，同埋你極揀邊啲位去論證自己，就揾唔到一啲好強嘅位去做咯。你呢邊比較強嘅咧，就係、是、個反應，即係反應啊，咁嗰啲就快咯。啊，即係可能人哋講啲你冇準備過，但係當你即時回應到啦，或者你可以有當中有一啲位可以人哋講得冇咁強嘅位，你可以揀即係揀到出嚟去反駁啦。咁我就即係反駁嗰啲對方冇強嘅方，咁我又可能俾翻你啦喺度上面。咁依個啦，咁但係當然都係有部分嘅方咧，未必可以揾，即係你揀咗好反應好快，諗咗好多嘢嚟打，但係諗好多嘢嚟打得嚟咧，咁未必每一個揀出嚟嘅位都都啱嘅，或者有一啲位咧，我覺得係需要有即係一啲，我覺得咧係咪要俾老師做曬係咪要做曬老師嘅工作啊？我覺得唔係一啲好強嘅反駁位嚟嘅，咁寧願多啲時間去論證其他嘢咯。即係嗱，你頭先提過啦，啊，頭先有老師都提過啦，咪咁有即係有多家庭咁樣，咁佢話話政府有錢俾你喎，4000幾蚊喎，咁但係4000幾蚊買到副 iPad 我就知啦。咁另外話俾400幾蚊去買個卡喎，即係可以買數據卡，咁400幾蚊數據卡夠唔夠用？即係上多兩日網課可能又唔知會唔會冇曬嘅。其實你應該可以講多少少依類嘅，咁即係啲閉考都收少啲，即係家境可能比較難清貧嘅。咁有時你俾400幾蚊張卡咧，佢哋上咗幾堂 Zoom 咧就冇噶啦。咁我哋要額外喺學校再自己由荷包再買 SIM 卡俾佢哋用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啦，但係呢啲嘢係因為你其實喺反主嘅第二個方你出咗啊嘛，但係出完之後成場再補充資料，我哋覺得就會嘥咗。咁啊，希望下次嘅時候喺反駁嘅時候，有自己有啲 point 要加強，唔好下下就搞到甩咗線。有時有啲比賽你咁樣一甩線咧，就好嚴重㗎，係啦，咁要係啦，呢度要留意啦，咁啊少少意見，希望幫大家。恭喜曬，今場比賽到此結束，多謝大家。至於分別雙方代表應。